放眼望去，看起来全部都是羊毛跟石头啊。对哦，难怪我总觉得这个你的账号怎么好像哪里有看过，也好像昨天有看过的样子。那还是泡沫在里面，应该不是吧？南瓜，南瓜，南瓜什么神秘的东西？好，没关系，再带我瞧瞧片刻，很快就好啦，真的很快的，真的很快的。这个，在我讲话的时间，很快就会完成了。喂，我好像，可是我没有找到钥匙二，钥匙二是什么东西？钥匙二是什么怪怪的东西？还是钥匙二我刚刚用掉了，应该没有吧？钥匙二是什么东西？好了。大大就是大大啊，大大就是大大。三四页哦，三四页，OK 啊，OK 啊。他说回头是岸，代表再拉一下。是这样子吗？Soga，呼呼。呵呵，我解谜了。这个拉杆，这个拉杆。一次拿一个什么东西？矿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过去好了。这边先全部探索完好了，感觉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啊。被苦力怕炸过是吧？这个苦力怕坑好像有点大号啊。不会啊，只要厉害的人都可以称作大大。怎么了？有种不好的预感？怎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拉杆很惬意哦，不是，是邪恶哦。可是没有事情发生啊。开迷宫。你说这个吗？这个不是迷宫吧？这个只是一间长得比较可怕，然后被苦力怕炸过的房间。这是，好，应该不是。好啦，那就搭矿车走咯，应该是没东西了吧？可是这个拉杆，卡住。这个拉杆。有不好的预感，这个拉杆，感觉好像很邪恶哦。算了，不要理他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们就继续走。走，哇哦，我怎么就从中间分开了？黄金大道，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下矿车为什么会跑到外面来啊？这样子不太对啊，作者，这距离有点远哦。等一下，我看，我帮你把地图修好。我不是故意破坏地图的哦，我只是要进去而已哦。好，我进来了，作者。我只是。对啊，被滚出去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只是想要下矿车而已啊，作者。那就是哪让如此让人不安的地方？还有只科勒婆。这是搭着矿车继续走的意思吗？哟，等一下，这个真的很怪异哦。等一下，
刚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这里面吗？看来好像不是，抱歉，我走错路了。这里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破坏地图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哎，到底是我刚到底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刚刚一定是在这里面呢、啊。啊、这边哦，这边下车嘛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看来应该是可以调回来了吧。应该不会再把我送出去了吧？好、哦，这边，哇哦，这你看这星空，超美星空有没有？超美的星空，然后如果配上这个光影，哇哦，还有云嘞！可是有了光影我们就看不到，所以我们不能装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这边有洞哎。那这边应该就是继续我们的解谜吧，不过地方感觉很奇怪啊。我不是这样子吧？这是我的坟墓啊。这个，这是我坟墓吗？等一下，我的名字是叫做什么？小轩。这是我的坟墓。可是，所以我只活得到2021是吗？哇、wow, 哦 ，amazing！ 太夸张了。这边是，bad ending！ 哇，太糟糕了，我们竟然玩到 bad ending 啦！啊，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。可是等一下哦，可是这边还有三个按，这边还有三个拉杆啊。对啊，太年轻啦，只剩下六年啦。啊，太夸张啦，这个作者。还是这个拉杆，不然就不要拉好了，再放回去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吗？我们有机会吗？走喽！好像走了不同路哦。好。又一个颜色不一样的木头。没错 ，yes， 这写什么？哎呦，好痛！这又是哪？这个拉杆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关起来啊！三个拉杆啊，一个用在这里啦，另外两个我也不知道可能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吧。哎呦，不过这应该就是迷宫了吧？哎呀，这村民Hello， 看一下哦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过如果你愿意把栅栏打碎让我逃走的话，我就把箱子里的东西给你。我要走，把栅栏打碎。对哦，箱子哪有东西啊？等一下，不对，肯定是被骗的。我们先往前走看看。钻石不是吗？
哎，是这只吗？哎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木符，等一下，木符，哦，然后呢？这样子吗？不来啊，不来啊，哎，不要踩。出来啊！出来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出来出来！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出来啦！出来！你不出来吗？我手上有这个哦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你给我出来哟、哦！出来！你是要不要出来？可恶哦！等一下，我们先不要理他好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想理他了。木质压力板放在……哦，放错地方了是吗？哎，不对啊，那刚刚那边把这个栅栏拆掉有东西吗？哎，我不是故意打你的啊，我不是故意打你的哦，你不要回来找我哦，不要回来找我，我先走了。太可恶了，竟然出不来。嗯，可是这边写着钻石哎，这样子吗？仓库，哦，仓库有点黑哦。哎，想躲，同时想躲，想逃过我的法眼。这里，哎，不能开。哎，不能开！好，看来就只有一个红石。这里又是什么？哇哦，超漂亮！那边还有一根七彩擎天柱。哇，这根本就是迷宫啊！这边，哎呦，绿宝石，为什么要给我绿宝石？小花园，古迹。这里写着，往右边走。后面有路。南瓜，等一下，这边会有南瓜吗？投入绿宝石换取附魔士的钥匙，OK。投入绿宝石。哦，附魔士的钥匙，这是附魔士。这个附魔士，这附魔士好像被坑了。我被坑，哎，这边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哎呦，原来是下面会藏东西，邪恶哦，作者邪恶。哎，箱子，竟然在上面有小箱子，这边上面更上面还有吗？开，哦，有。看来头上脚下都要注意啊。对，这小花园应该不会有什么需要我跑酷然后才能找到的东西吧？哦，后面好像是绿宝石哦。对呀，各种骗局哎哦，这个。刚刚好像，这边有个人呢。现在看一下，这边写着："年轻人啊，帮我一个忙，请你把身后的书拿去你左边附魔。我身后的书拿去你左边附魔，好了之后丢到右边的漏斗，我会给你奖励的。去吧，孩子。"you
想看哦，书，干嘛给我这么多纪念品？哎，图书馆管理员，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纪念品啊？我丢！丢！15等啊？是15等还是30等？我们就付个30等好了。他给我们这么多经验品，岂有理由不付30等的呢？没了，该不会全部丢完就30等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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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做的算得刚刚好，还留了1等给我，太高兴了。不错哦，效率防弹好好烂哦。这个效率跟防弹根本就是一个攻击一个防御的东西。放这里吗？不是哦。这里啊，小说，好像有什么声音启动。有什么声音启动？这个是饮水机，这饮水机应该是没东西吧？这是女厕，这是男厕。等等，你站在这个洗手台上面上厕所，这样子对吗？你现在是站在洗手台上面上厕所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要送我到这边？这个作者，为什么你没有设重生点？我跑好辛苦啊！作者，还好还有矿车 ，OK 的。冲啊，矿车！好，到了。作者，你觉得你这样子整我很好玩吗？作者。作者不是这样子吧？我要回去啊！太可恶了！可恶，竟然还有……走哪边？我走这边。还有浪费了这么多时间。刚刚是在这里没错。等一下，这边一定要设一个传说中名为重生点的家伙在这边。那这里应该是没东西的吧？我想说这个水下面怎么蓝蓝的？究竟是……真可恶哦！这边没东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按摩浴缸吗？然后这边是女厕。等一下，不对哦。虽然说好像是骗人，不过下面好像有东西。等等，浮上来，为了一个红石，我们拼了老命啊！赶快再关起来这个邪恶的东西。这个洗手台也没有东西，这边还有一间，这应该是，应该是没有东西吧 ？OK。
好，再来，他说有神秘的机关打开了，神秘的机关。神秘的机关，哦，果然是这个密道门开了。哎，蜘蛛王，哎，黏黏呐，真黏啊，好黏啊，真黏，哇，好，前面是，哎，前面看起来，哦，哎，这什么？啊，黑黑的都，这个看起来就是跑酷啊，没关系，跑酷是吧？啊，是吧？跑酷是吧？OK 的，开什么玩笑？跑酷也难不倒俺的啊，跑步俺不倒难的，难不倒俺的，摔下去可不得了啊！我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我看得出来啊，喂、哎，在我这边吗？哎。啊，哎哎，果然，就知道前面这边有个洞。嗯，跳错路了吗？原来不是往这边跳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往对面那边跳哦。哎哎，好，这边什么？这边怎么？这边怎么？凹一个洞。哎呦，是旋转跳吗？有点难度哦。嗯，这边。哎，嘿，好好。OK 的，OK 的，只要跳过了那个很难的东西，我们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，哎、欸，真的超黑，这个黑色羊毛真的有碍视线哦。为什么会跌下去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作者，你很无聊哦。哎，好。喂，这边。哎哎不，我去哦，原来这边哦，难怪刚刚掉下去。哎好，我这边一定要按着 shift 走。这个木头看起来真脆弱，或许可以用木斧敲破。木斧敲破。哎，刚好坏掉。里面有个红石，我们有11个红石。嗯，只有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只有这样子吗？不对哦，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子？等一下，这边肯定是要往前跳的吧？感觉这边就很可疑啊。然后哦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很黑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啊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路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嘛。对嘛，哦，跟作者说爱死你啊，作者爱死你啦！没路了，看看四周。Yes，Yes，Yay！哎哎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哦，原来是有楼梯的，我想说。该不我们又要坠楼了吧？坠楼，又是一个洞。作者怎么那么无聊啊？这很困难呢。哎，爬上来喽！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咦，这里不是学校大门吗？作者，游泳池是在学校的某处的 B1 外包，所以这也是那间学校的大门。OK，然后呢？这间学校还有这个树啊，就是警卫，哎，糟了，警卫睡着了，警卫睡着了怎么办？打他，门打不开，然后这边，
哦，密道哦，同时，不是什么，不是钥匙吗？真难过，不是钥匙。哎，等一下，警卫睡着了，应该有地方可以。哎，那边有箱子。等一下，这警卫睡着了，一定有方法可以让我出去的。我要出去啊！嗯，哎呦，钥匙七，在黑色地带找到了上面遗留着黑曜石的碎屑。哎，果然，黑曜石是吧？黑曜石，哦，这里，哇，这警卫的这个警卫室的门是从外面开的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哎，警卫，你的门都被开了。原来警卫室的门是从外面开的，太好啦！这边有个，哦，我好像听到了学校大门开的声音。没有梯，为什么还要梯子啊？大门都开了就出去了，为什么还要梯子？门打不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猪猪，等一下，那猪猪在坐矿车吗？我记得我的车子停在对面。我的车0000ZD 是什么？我的车吗？是我的车吗？喂、哦欸，有岩浆声哦。七彩快速道，Color 什么 XP， 不会念难哦。好啦，矿车是吧？这是我的车吗？应该是吧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搭乘这条路上去吗？走咯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要看。喂，我应该要看清楚对上路的。等一下，我要飞回去这边。好，先看一下，这边写着从这条快速道路很快就会到家，然后这边是限速80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开一次车吧，没关系。哎，我预知了未来的事情咯，看一下，走咯。这快速道路有点封闭啊。哇，这快速道路还蛮长的。前方施工。我记得已经全线通车了。哎，头晕。这里是哪里？请确保车子停在绿宝石砖上。作者，你有没有尝试过？你有没有尝试过一下啊，作者？作者，这样不对哦，作者。哦。